一年一度的 Prime Day 来临，这个号称亚马逊黑五的节日，是当前 Amazon 电商平台一年中折扣最大的购物季。从今天到明天的48小时中，所有的商家都拿出压箱底的 deal， 吸引大家前来剁手。小编为大家整理出了一些好的商家折扣与平台方的优质羊毛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快来薅起来吧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